空的在这个地方出生的王家村。以后我们两个老公是72年参加工作，省的有钱。我是75年去的，75年结婚完了以后也参加工作，在老家就在王家村。工作是农业工作，工作了40多年了，回来10来多年了。在省里有天工作的时候，我一直是搞的是文艺工作。王子村的变化，我感觉非常大。出去40多年，走的时候小茅屋、小草房，路全是那个泥巴路，一下雨一刮风，满天都是。那么现在呢，回来呢，它就不一样了。柏油马路、高楼大厦、房间各方面都非常好。来到我们两个退休了以后吧，回来，我喜欢怀念家乡。回来我们两个回来，回来以后那时候在省里有钱的时候，一直是文化生活搞得挺好。现在来到王家村，生活条件都好了，可是死死清清的，我怎么有点活跃性？本身老公他会拉胡琴，他会拉筝鼓，最后是我们两个就在家里面个事，他拉着我唱的，村儿的老百姓连着喊你，他两个在那没个事挺好玩。这么引导着，王子村的父老乡村们很喜欢，就有个是说。你前是你们两个在家玩，你能不能带着我们瞧瞧？我说行啊。这时候就找到这个大队了，王子村村委了的调度长们，就一块在村里搞这个活。的大海孕育着人类文明，在那滚滚的波涛下面有一个神秘的世界，那里的一切对人类进步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。大海与陆地，人类与水族，应该是一个和谐的整体。请看情景舞蹈水族舞片段，龙王送宝。既然是有年个了嘛，咱就是上吊河上找那个老头。那时候那个老头已经80多了，问他你们这个有点啥些疙瘩钉是怎么回事？那老头就说了：“哎呀，说我们也不会能像这个有点啥些疙瘩钉，是多少年以前在海上生活，它不和陆地上一样，它很迷信。独传着500年前就独传着这么一个故事，但是也就是。”是我们用湖南那么扎个鳖，或者是那个镯子，那个咖喱大虾扎起来完了以后，紧着干脆到处钻。最后我就和我老公两个商量，把它弄起来完了以后，你得想办法把干海员的内容给收集过来。这个干海员咱们什么都和老公两个人多起来，什么也不干，就是光研究这个，就到处找啊。找的老师傅，找是过去是那个多少年前，听说有这么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个神话故事，
这老公就多嘛，这我们两个就多去山到处找，到处是只要沿海的出去这一方面的，就找那些老年人，最后就这个故事就这么引起的。就有干做，他就能点出东西来。说是这个地方呢，是我老公做的。说来也话长，是我为什么要不愿待这个地方？这就是你来，我才好你上来。不大敢上是烦路，上来看那种土过的地方，我就黑的，黑难过，就看这多的这个点东西。要不是的，有的人他要想把这个故事弄走，就算我稍微救的那个地方，我不能救救我老公的东西。这是他用他的见识，该说的这方面用他的本事换来的。这个故事好多人都来去，我有真正的给他们介绍一点，介绍一点真正的故事听点，我不能给你们，这是我老公的，又是这一生的，又是有。有时的东西我要给他留着。